我们来学习一下健身气功易筋经委托献处第二式。我将从以下两点进行讲解：一、功理与作用；二、动作讲解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功理与作用。一、本式动作可以起到梳理上肢等经络的作用，并具有调练心肺之气、改善呼吸功能及气血运行作用。二、可提高肩臂的肌肉力量，有助于改善肩关节的活动功能。动作讲解。动作一：双肘抬起，双掌伸平，手指相对，掌心向下，掌地与肩水平。动作二：双掌向前伸展，掌心向下，指尖向前。动作三：双臂左右分开侧平举，掌心向下，指尖向外。动作四：五指自然并拢，坐腕立掌，目视前下方。其动作要点：一、双掌外撑，臂在掌根；二、坐腕立掌时，脚趾抓地；三、自然呼吸，气定神连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。易犯错误有：双臂侧举时不成水平状。纠正方法：双臂侧平举时应自然伸直，与肩同高。